是给您带来的门当户对。那今天呢，我们现场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位著名演员杨磊老师，欢迎。第二位呢，是我的老搭档王维念老师，欢迎。三号女士您好。你好，王鹏老师，我是四川人。哦，四川人啊，特别漂亮，特别善良，我希望第一个上场。可以。四川人属于那种比较贤惠的吧，粗嗓门不那么细。今天是来干什么您清楚吧？今天来找男朋友的。我想找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啥样的男朋友啊？一个喜欢我的吧。哦，二号女嘉宾您好。王芳老师好。听您这说话也是南方人吗？我是南方人。比头一个好点。有人说来我们这里特别紧张，您觉得紧张吗？有点紧张。我也有点紧张。一会儿出场的时候您做好准备了吗？差不多了吧，我要第一个出场。二号女嘉宾应该长得比较漂亮。一号女嘉宾您好。王芳主持人好。您是交通局退休的对吗？对。哦，那你以前工作很忙吗？以前工作还可真是很忙的。那也就是说你以前是当领导的对吗？是。管多少人呢？我管工会工作，我们工会工作我是系统工会主席，下边还有八个分工会主席。大领导啊。我觉得一号女嘉宾挺能干的。这工会的领导一般好像都多才多艺吧？啊，对。一号先生您好。你好。来这里干嘛来了呀？找老婆来了。找老婆啊？找个啥样的老婆呀？身条美，讲穿、就是特别爱穿爱美的。对，一定好爽的。三号女嘉宾，你是属于那种特别爱美的吗？比较爱美了，我身条也好，身材也好。我觉得我自己身材还不错。一号男嘉宾，你听到了吗？听见了。也爱美。他没钱，我可以给他治。怎么就没钱给人治？治什么呀？治病啊？我给他讲，我给他选衣服。置办衣服是吧？置办行头。我喜欢这样的男士。总体上来讲，他喜欢那种特喜欢这位女士跟他要钱买东西的那种干净，对不对？干净，讲究。爱买东西。对，然后在老公面前晃来晃去，爱撒娇，对不对？对。我不太会撒娇，一号男嘉宾可以吗？我怎么觉得他好像是找的是女版王维念呢？不是，您不就是爱臭美，爱买衣服，爱跟别人撒娇，这不就是您吗？您还有这特点，爱撒娇呢，讨厌。现在呢，我们场上只有二号男嘉宾一直在很安静。对，二号大哥您好。王老师好，我是平时是个比较安静的人呢。大哥退休了吗？没有，现在还在职。我喜欢这个。三号女嘉宾您好。我好喜欢二号男嘉宾的声音呢。我也喜欢二号男嘉宾的声音。二号女嘉宾您好。我喜欢二号女嘉宾安静的性格。你自己就是二号女嘉宾。二号女嘉宾安静的性格。这一激动男女都不分了。我没想到这个结果是吧，感谢各位女嘉宾。袁大哥，哎，自打这个二号男士一出声音呢，他们都集体认为他安静。你现在是继续保持你的这个不安静的个性呢，还是其实你也可以安静下来？我可以，因为什么？我比较紧张，头一次。我也是第一次上台，很紧张啊。其实所谓的静是心静，看似很风风火火的男人，他不一定不安静。所以说，不要着急的给一个人下一个结论。对啊，对，王维念老师讲的也很对。能找就找，找不着回家了，无所谓。二号先生您好。王老师您好。您有没有发现您自己好像一下变成了本场香饽饽呀？谢谢啊。你愿意当香饽饽吗？感谢你们对我的评价啊，感谢。素质还是蛮好的。刚才呢，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是第一个摁灯啊，掌声有请。三号女嘉宾，她是一种小巧玲珑型的，长相一般。你好，来到这里来。身材吧，穿衣玩鞋，很漂亮啊！这身材确实不错啊。平时自己很注意自己的修饰，对吗？也可以吧。三号女嘉宾，我觉得还差点演员吧，瘦了点。
你有一个漂亮的发型，特别准备的，特别准备的，没我美，反正是个挺讲究的人。对，这适合一号男嘉宾。对呀，对呀，一号先生您好。你好，王宝老师。这位女士感觉怎么样啊？挺好的，不错。是不是很漂亮啊？漂亮。你看人家是多讲究，这身材怎么样啊？身材可以。我感觉我更有女人味，因为我是老北京人，我不知道人外地喜欢北京人不喜欢，能走到一块儿吗？将来白头到老。这个男人呢，应该说对人应该不错。他问您喜不喜欢北京人？喜欢，喜欢。我也喜欢北京人。家住哪儿啊？离前门店。呵，前门啊。那地皮是黄金的地儿。对呀、啊。猜的就是钱多。这个性格也不错。我条件好。嗯。我没儿没女，没生过孩子。嗯。我丧偶。嗯。又找了一个，我不到半年我就离婚了。啊、哦。犯错误。谁犯错误？媳妇儿。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他犯错误，不是您犯错误。我不，我是守法。哦，他没守法吗？没有。我得看看这人的身高和长相，不能凭声音去断他。您从四川什么地方来呀、啊？我去一个广西桂林市安家。您在桂林生活，一开电视就看到了我们。对，无所谓外地，我想找个北方的吧。当时是不是特开心啊？看到我、哦、看到特开心了，我就马上给你们报名的。北京有房，他原想我跟他回他们老家也可以。他说话四川话我不怎么喜欢听的。您是一个人在桂林生活吗？没有，我两个女儿来桂林了。你、哦、在桂林离的婚，也就是说跟前夫也在桂林一块生活过。嗯，刚刚搬家，嗯，买了房子刚刚搬家就离婚。那您这生活刚好了就离婚？他不喜欢我。他不喜欢你了、嗯、对。他为啥不喜欢你了呢？他外面有外遇吗？哦，你确认吗？咱可是这是媒体。那是真实的。只要我遇到心仪的女嘉宾的话，我绝对不会出轨。而且是我闺蜜。您这是引狼入室吧？是啊，我对人家好嘛。我的经历也是这样的。是真闺蜜吗？真闺蜜。交朋友首先得注重人品，人品不好的你为啥要把他领到家里去？密到什么程度啊？我陪他，天天陪他回家呀。他老公出差了，在外面，我就陪他睡觉了。你是后来忙得顾不上，然后让你老公送他回家吗？对，也有这种。那是第二例段了。我刚刚说这个，他还前面还有一个女的，也就是说，他前面就有一次也是闺蜜跑偏了，也是闺蜜。嗯，对。好，就是。你前夫跟你的两个闺蜜有事儿？嗯，有事。那要是这样的话，以后我建议你再也不要有闺蜜了。要是我的话，有一次的话，不会给他有机会有第二次。他没碰那好男人。你现在还有闺蜜吗？有啊。还有。有亲友团来吗？有。我有一个妹妹。是闺蜜吗？也是闺蜜，最好的闺蜜。你压力好大吧？有压力，有压力，有压力。这事儿你知道吗？以前我听我的闺蜜讲过。那样的女的，你就根本不应该做什么小姐妹，做什么闺蜜。那你能理解这闺蜜搅和人家庭这事儿吗？理解不了，因为闺蜜就是呢，姐妹之间互相扶持。闺蜜抢男友应该是不道德的。嗯，说得太对了。这个事情不是女人所做的事情。我的闺蜜都是洁身自好类型的。女人起码也有自己的底线和自己的品德。我想知道您第一次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您已经确认的吗？确认，她自己跟我老师交代的。怎么会老师告诉你呢？她能为你好欺负啊。她为什么要告诉你呢？因为她爱的人家死去活来了。她说我心里面没有你了，我们两个离婚吧，我要跟某人结婚，我要娶她。关键是你那闺蜜怎么想这问题呢？人家不理她了嘛，她就死去活来。我家不是自己盖的楼房吗？4层楼，她就要在楼上去跳楼了，要去死了。我想知道的是，你帮她找回来了吗？是找回来了，因为我不找她要去跳楼。就是你老公的问题，你根本就不要搭理她就行了。我那时间很老实了，我她妈妈也在那，要求到我，我女儿也。那我就问你一个事儿，就是。他几次跳楼，还是就说了那一次？他上去楼上嘛，他就吓唬我们的。
啊，一次也没跳。哦，一次也没跳，哪敢跳？跳下去都死了死了。能不猝死就不会死，让他去好了。我不会像他一样，有他我要生活，没有他我一样要生活。你当时知道不知道他是吓唬你的？当时不知道，当时不知道，就生怕他跳下去。那你还介绍你的闺蜜认识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这老公爱你都爱得死去活来了。他就跟我说，你不要听你老公的，他说你老公是乱讲的。他说你这样的你还跟人掺和啥呢？本身你自身就有问题，还要自己要卷进去。我说你必须要来跟他谈判一下，如果你们能坐在一起，我说我就跟你们离婚，我就哪时间有想法跟他离婚了。我说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出轨的事是不能纵容的。干嘛要他们坐在一起再离婚呢？不管你们坐不坐在一起，我已经不要你了，我干嘛还要你呢？这种男人要我是女人，我绝对不要。那关键是这一次您是怎么知道的？这一次那个女的很大胆的，她可以冲在我家里面来的。你也没有那么大的震慑力啊，要不然他怎么敢呢？你纵容了他，就是纵容了他嘛。你们两个人都做人没有底线。确实这两个人做人没有底线，做人一定要有一个底线。作为一个男人，从我的这个角度去观察，我基本上可以判断你吸引男人的方法是情分，对你好，你要干啥就干啥，我把所有家里的事情都干了，尽量让你少费劲。我作为一个女人，我就是勤快到了让你不得不感动。对，这是你的。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之前有的优点你一样都不用再发扬光大，你已经够了。嗯，你现在就听我一句话，你就光大一件事儿，就是撒娇耍赖，这个着了急还有点不讲理，爱自己。哎呀，我就会耍赖，我也会撒娇，我也会不讲理。实际上就是要让男人觉得你是一个女人，这一个问题你解决了，你以后就不会再有男人不喜欢你了。对，首先要自己爱自己，别人才能尊重你。你自己都不爱你，不尊重你自己，不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我特别能够理解，但是可能还，我相信这句话就是性格决定命运哈。他之所以能够两次或者更多的这样去伤害你，对，就是你一次一次的去对原谅也好，纵容他也好，他才敢这么肆无忌惮地去伤害你。对，这个女人自己直不起腰来。她要跳楼，她居然能跑去找来那个她要见的人，你敢？所以这我是肯定不会这样做。对呀、啊，还是属于自己没有主见类型的。要是我就是，你想跳啊？好，你跳吧。我从见到这位女士开始呢，我有一个担心，我不是担心你的以前，我是担心你的以后。很多时候你给别人犯错误的机会了呢，还是你时时刻刻提醒别人不要犯错误，犯错误小心我跟你没完？这实际上是一个生活态度。所以我希望天下的女人们，当你们找到男人的时候，不断地要给他们释放这种震慑的信号，对，让他知道不该犯的错误是不能犯的。王文艳老师讲的这番话太感动女人了。其实今天来这里，我觉得对于这位女士来说，可能他是一个重新找到自己的过程，他多么期待他后面的日子能有一个真正把他当成手心里的宝的。对，我就看我说我是不是真的是很差了，怎么就没有男人要我一样的。我说在老家跟了我叫他享受一辈子，我干嘛寄托于别人身上？我听女人话，能找到另一半固然好，没有找到另一半，我也要过我光彩快乐的人生。男人当然是另一半，但是也不能全依赖于男人。所以我觉得从现在开始，你要自己把自己当个宝。没错，我现在就是走出来了。你要好好的爱自己，只有咱们自己那么光鲜亮丽的时候，内心那么强大的时候，谁也伤害不了咱们。对。那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现场呢有两位男嘉宾，那么两位男嘉宾谁愿意出来见一下三号女嘉宾？这曾经是一个饱受了委屈的女人。我现在太纠结了。我觉得一号能出来，我怕他二你说你不成，你能现眼。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能给他足够的爱，请按。你看，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一号先生您好。啊，我觉得他挺不容易的，这一辈子。您觉得您能够给他一些爱，对吗？对，会疼人。二号先生，您为什么没有摁灯啊？因为我是退伍军人嘛，是吧？这个军人嘛，就要有姿态，是吧？高姿态了呗。一号男嘉宾愿意见见你，你愿意见见一号男嘉宾吗？可
可以。二号女嘉宾你好，我感觉一号男嘉宾跟三号女嘉宾也挺合适的。你等二号男嘉宾是吗？哎，对。他说他是一名退伍军人，你喜欢军人吗？我喜欢军人的气质和军人的胸怀。我喜欢二号，我也喜欢军人。掌声有请一号男嘉宾。啊，我不喜欢。很喜欢他，挺有夫妻相。王宝老师你好。您好。这个人长相还可以。您这是真头发吗？真头发，真头发，真头发。嗓门高，我就是嗓门高。而且你看人家这头发长得多像头套。对。不是，我今天早上我自己吹的。哦，自己吹头发。对，因为我那有自来卷嘛。哦，您这是自来卷，不是烫的呀？不是，不是。因为我妈我爸都自来卷。太能说了，太能说了，整体还可以。您说话怎么一直往上看呢？我想知道我们上面有美女吗？不是，我紧张。哦，紧张往上看，你看都出汗了，是吧？啊，不是大哥，您这衣服跟我们这位女嘉宾的衣服好搭的，对呀，穿了有点像。这选的时候是知道他呀？没有没有，我今天想换那格的，不叫我换，我下来我今天又拿了一件。那人家不是说了吗？我们不允许穿格的，因为我的衣服多。是吧？有多多呀？反正最起码一天换一件差不多吧。大哥，你太可爱了。太可爱了。不是，因为我一到，有时候到外国，我就爱穿，爱穿爱吃，但是愿意把家庭弄好。那挺讲究仪表的。我到迪拜去过一次，到韩国，就是前年去的，跟着旅游团。哦，一个人在家待得特烦，你可不知道是吧？啊，有多烦呐！哎呦，没人说话了，不稳重的感觉，那个脚还在那里抖吧抖吧的。我本来这次上哪儿了？上西藏了。嗯、哦，因为我现在就差西藏了。人问我有高原反应，我说没有，身体特棒。嗯、因为我刚检查完身体，一年检查一次。嗯、哪儿哪儿都没毛病。哪儿？我的眼睛这点1.5，这只20，因为我们家人看前面那字儿一个也看不清，你能看清吗？吴秀玲，53岁，特紧张。你别紧张，你好，你是不是有点渴呀，大哥？啊，渴吗？我给你弄杯水。我喝不少了，是吧？但是，我说实话，关上厕所肾好，肾好，挺活泼的。来，既然你肾好。来，我端着杯子，我老锻炼身体了。来吧，这个半杯50块钱，不是，我们是一口50，可以，一口就喝下去呗。我不用，就一口就干了。5口6口，一口就干了，一口就干了，我一口就干了，我刚刚喝2口了，别着急。大哥，啊，我看您这里好像啥都有，啊，你身份证带了吗？全带了，我看看，户口本，我是王芳老师，我是正八百找媳妇的，白头到老。我知道，我因为什么？太可爱了。哎，我脾气特好，开朗的人。来，我看一下，谁要跟了我，不叫受罪啊。好，这是什么身？这是户主。好，我再看一看，这是离婚证啊。你咋还俩身份证呢？一个调病的。啊，医保卡。他表100%报销啊！好，我听他的表达有点张扬。我忘了告诉你了，我呢就主要是负责推销这个会员喝喜庆这事儿，因为就是他们这饮料，反正最近卖的也挺火。就是结婚的时候吧，尤其是有喜事儿的时候，50块钱一口啊，就我们就这么个卖法，是吧？哎，行，大哥，你留身上了。哎，行了，你以为人不能一口，人肯定能一口喝了。不能少喝一点干嘛呢？我看，大哥给。不是你中间你看，我不停，郭东，我不停，郭东晃，我没停下。王老师啊，没你这么欺负人的啊！这我得替我哥说一句。我没停啊！一个主持人，明知道大哥在观察室里已经喝了一桶了啊，然后又给人弄一，大哥你要上洗手间吗？旁边不用。不用，一天晚上练说了，身体好，晚上练，就早上一次。不是，你看，我就是推销我这个喜宴喝喜庆，我没别的意思，我也就说你两口我赚100块钱，你说就50块钱就你太抠门了，我不在乎。好，那你快回来吧，让人赚钱。哦，下次回来吧，下次。他这种风格呢，我感觉一板一眼的放在台面上，那个意境就少了许多许多。大姐，你觉得对我们大哥印象怎么样？还行吧。
你想想，找这么一老公，生活无处不是欢声笑语啊！跟他在一起，你不会寂寞呀、啊？对，对啊、关键这个人绝对不会跳楼，你放心。来休息一下，您到这里坐啊。大哥，我了解一下您的情况啊。我脾气性格好，不会红脸。我跟我爱人嘛，从来没红过脸。我们踏踏实实，我们同班同学，一块插队，一块工作，一块儿。完了，他是48岁走的。他是乳腺癌。哎呀。2006年得的，我伺候4年。对他老婆很好，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你们也没准备要孩子，当时是吧？生育不了，实话实说。我跟这位男嘉宾一样，也没有孩子，觉得挺遗憾的。这毛病谁的毛病啊？是我的毛病，生不了孩子。不会吧？他不是说他肾很好吗？我爱人就说咱不要了，不要了，不生不生。他倒蛮实在的讲的话。我的情况完了，又介绍一个比我小一轮。小一轮，我说小，我当时犹豫，我说小一轮太小了，太小了，因为12岁。完了，一瞧挺孝顺我妈的。我妈那时都90多了，快80岁人了。所以你就觉得这个女人对你妈妈不错，啊，伺候我妈，跟我妈洗。关键是这个女士跟您最后怎么了呀？又离婚了，半年就离婚了。要小毛病，犯小错误，我就忍下去了。她是公安局上我那儿去了。公安局找你了，把她带走了吗？没有，已经都进去了。她要说玩麻将，你玩，你干什么小错误或吵吵闹闹。这都无所谓，你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还是卖服装在动物园做生意了。对，其实这是一个也老了，60了，有情有义，心疼女人的一个男人。其实之前他的那一段感情，实际上给他还是带来了40多年的幸福生活。所以说对于现在的这个男人，我只想说他除了有一点紧张之外呢，他几乎是属于那个活得比较简单的那种男人。对，我王导，我活得一点都不累，就什么，我身边就没有女人，要有女人更幸福。你想找多大年龄的？40多岁到55之内，稍微大点吧，我得看看人，关键有气质，你得适合我穿了，别我穿，他不爱穿，一穿跟大妈似的，怎么穿了？穿得再好，那是外在的东西，办事漂亮才是漂亮。您就想找一个特别爱捯饬的？都这么年纪了，对不对？半百了，对不对？我再活30年，我就90了。但是我没问题，因为我身体特棒，我连肚子疼都没有，感冒发烧没有。就那天咱，就是前10天，我开空调开的17度，我这一宿忘了关了，吹得我腿都疼了。你看看，当时我就哭了。身边要有老婆、有太太多好，能带我上医院。我哭了，早上起来一摸那个疼着那腿，疼得要命，我自己上医院的。我要身边有孩子，有时候带一病了哈，甭管先生病了，太太病了，人有人管。你像我，死在家里没人管。有的时候男人外表坚强，不等于他不需要，他也需要爱。不是您这听谁一样？没人争房，我天天看法制上面，但是我有一爱心。我有爱心，我说捐的，哪脏好眼角膜我全捐，我已经登记了，签字了，什么病都没有。先坐那儿，来咱跟您聊聊天。接下来进入心动指数环节，男女嘉宾手中有加减分案件，通过提问满意加分，不满意则减分。你建议我是住在桂林的吗？不建议。你现在在老家过还是在北京过？在北京上班。我不是在桂林啊，一直在桂林。我自己做点小生意。做什么生意？开个棋牌室。棋牌室。对。如果是我们两个人走在一起，我经常可能要飞桂林。我两个女儿，但是两个女儿都有工作了，都有他们的事，我肯定也要经常过来看一看的。你介意吗？我建议。女士，您给她加分或减分？她说介意。因为父母都在吗？我妈妈我都没有见过就过世了。我有一个父亲90多岁了。你姐几个？堂姐。我现在还有一个妹，我妹在昆明做生意。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我觉得你人挺实在。好，这先生您还有最后一次提问机会，您想问什么？你建议北京人吗？不建议。其实我对外地人也不在意。他愿在北京过，北京生活也可以，或两边跑，对不对？
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彼此的分数是什么样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树懒皮草真情告白时刻，有请两位。此时此刻，这位女士的闺蜜有话对女士讲。我觉得这个男嘉宾还可以，相处处一段，我鼓励你。嗯，谢谢你。哎呀，看我们这先生高兴的。谢谢。这腿都开始抖了，太好了。不是抖，因为什么？他看上我，觉得特别幸福，因为我绝对不会叫他受罪的，脾气方面绝对对他好，因为我从来不打架不骂人。这怎么还往天上看呢？因为我紧张，太紧张了。你放心吧，只要找了媳妇儿，我在外边我特活泼，太紧张了。二号女嘉宾你好，三号姐姐，你可以了解一下这个男人不错。我觉得这女的会选他，他们两人一起在一起会好的。我觉得他两个都不会选他。如果两位觉得愿意给自己和对方一个机会，请在我倒数三二一之后向后转三。这位女士感觉怎么样啊？挺好的，不错。我觉得这女的会选他。二，他们两人一起在一起会好的。一，跟着我，叫他享受。我觉得他两个都不会选他。一，先生为什么没转身？我觉得这女同志挺优秀，我再考虑考虑，因为她俩孩子，牵着你俩孩子，她估计是想两个小孩的压力大。这点我跟你强调一下，我两个女儿很优秀，根本都不用我管，我一点负担没有。没有孩子，因为先生我就……但是你想找个没孩子，那不太可能。不是判给你判给男方了，或他有一个。这个三号女嘉宾真不错，你这个一号男嘉宾错过了。你要留点面子是吧？不能伤人呢、啊、是吧？有一个孩子户口都能上上，不一定的，不是每个人都想上北京户口，不是，这就是你一厢情愿的想。人家两个孩子非常优秀，人家当地特别好，没错，你想让人家来，人家都来，你就得申请。永远都不会来的。我两个女儿很优秀，很漂亮，没关系啊，我们能理解先生，那您就自己好好想一下哈。啊，我们三号女嘉宾也非常优秀。那我们三号女嘉宾，电视机前观众，如果谁喜欢她，请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掌声欢送一下三号女嘉宾，祝福你。两位女嘉宾，谁愿意出来见一下一号男嘉宾？请按灯。那先生，很抱歉，咱们电视机前观众如果有喜欢这位先生的，请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好吗？请您休息一下，这边。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我要不是我闺蜜讲的话，我绝对不会转身。我先前我就心里面就有用，我不想转身。我无所谓，慢慢再来吧。你别让我这样，我也不交了。要真的早结婚了，就不等现在了。好，现在我们的一号女嘉宾和二号女嘉宾都在等待我们的二号男嘉宾。那此时此刻呢，二号男嘉宾呢有一次选择机会，您希望先见到哪一位？反正我二号对二号吧。二对二，二号对二号，掌声有请二号女嘉宾。我觉得这个女嘉宾，二号女嘉宾挺漂亮的。她是比较温柔的那种女的。你好，很年轻啊，来。面膜太怕了。刚才您听三号女嘉宾讲自己那个故事，你觉得那位前夫是不是有点过分呢？对于我来说，我不会让那种事情发生。既然不是我的了，我就把他从我的心里赶走吧。干嘛把他留在我心里呢？那也就是说，您的这个前夫也是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吗？是的，我是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啊。当时是什么情况呀？能简单介绍一下吗？我们是包办婚姻。嗯，后来吧，由于那个工作上的事情吧，我也很奔波，就没有顾及到家里。也就是说，你自己开始忙事业。对对对，有过一段时间呢，他跟我说他外面有人了。他直接跟你说的？对对对。这个外面的女孩你认识吗？
不是女孩，比他大八岁。比他大八岁？对。那比你也大不少了。我老公比我，想我就是前夫吧，比我大五岁。那就比你大13岁了。嗯，可能吧。那你前夫怎么好意思跟你说呢？也许他也是为了刺激我吧。他为啥要刺激你呢？我很忙碌，也不顾及到他的感觉，就是为了忘记。这是关键。所以我也不怪他，因为这个家庭是靠双方彼此经营的。对呀。因为我呢顾及了生意呢，就没顾到个人感情。所以说呢，我们之间本来就是包办婚姻。可能是因为包办婚姻，哎，对，彼此缺乏那种爱吧。这个是。他是我就是姨夫的亲弟弟。当时还是自己没有主见，我感觉。那你父母为什么非要让你嫁给他呢？哦，那时候是为了一个户口吧。我是乡下，他们是郊区吧，郊区户口。你喜欢他们当时？我们根本不喜欢。我们那个年代啊，那种是听父母的比较多，自己的命运自己做主。像他做出这个选择啦，的确也无奈。你说他可能是为了气你，我能不能理解为就是他根本就弄不住你？谈不上吧。所以也许是也缺乏交，因为我们之间没有情感的交流吧。你谈过恋爱吗？没有。你没有谈过恋爱吗？中间我也还有一段婚姻。还有一段婚姻。对。他的经历挺让人同情的。第二次婚姻是怎么回事呢？第二次婚姻就感觉在自己一次生病中吧，半夜被查的人都没有，就需要就是找一个伴了。就无意间看到边上有一张报纸，是婚介的，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结果婚介就他说这里有资料，你来看看吧，结果就看了一下，是2008年我们是认识的，到2011年1月19号领的结婚证，到2014年他无缘无故一点不我们在一起，没吵过没闹过，相敬如宾，结果他无缘无故提出来分手了。那为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这位女士？不会，为什么？重组家庭必须用真诚的心去对待人家，双方家庭共同的努力下，才能走向好的一方面。您跟3号女嘉宾还不一样，3号女嘉宾呢，就是说到什么吧，她还是就哪怕她说到最伤心的事儿，她该哭哭，该哭该笑笑。但您基本上从头到尾是一个表情。因为我经历了太多了。她的表情容易让人误会，是吗？冷面孔。所以我们就要找这个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会经历这么多？就是你第二次婚姻，你为什么不找一个相爱的人呢？你第一段婚姻就不相爱，我怎么觉得你第二段婚姻好像也不是特别相爱呢？因为仅仅是个伴儿吧。也许在我的想法中就是想找一个伴儿。我一定不会以找伴儿为目的去找伴儿。对，所以我前面就是错了。对，就是错了。最起码是要有爱。对，我希望在下一段，婚姻当中要找到爱，找到尊重我的人。找就找一个爱嘛。不爱真的过不了一块儿，对吧？也许没有这个节目，可能你连真正的去寻找一份幸福的那种兴致已经没了。不瞒你说，我去年下班开始，我就把我的全身精力投入在写书法和画画上。但男人吧，怎么说呢？随缘吧。我比较倾向长头发的女生，有女人味。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呀，其实你心底是一个非常柔软美好的女人。你想想，写书法，对，那得有多少定力、稳定，然后还得有美，对艺术的欣赏。你喜欢写什么字啊？哦，我一般都是，我是写的草书。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2号那女嘉宾挺有才的，真的是，人又漂亮。这个是我刚刚练的时候写的，是刚刚练了差不多2个月的时候写的。这是我第一幅徐的画，所以多棒啊！你看，哎，我觉得他人呐，你看一带笑容对多漂亮，对，所以你要先从面带微笑开始。我呢，主要是第二段婚姻给我也沧桑，所以说我20多年都是孤身。我接受了一个我感觉能马马虎虎过日子的人，把我的心扉全部敞开了，接受了他过日子了。可是他不为任何事情，一转眼一转身就变成这样了，不认识你了。我感觉我一颗心带着一个男人，得到的是这样的结果。我不如我爱点东西，学点东西，都是我自己的，学到是我自己的。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您觉得您被伤着了？
这个女嘉宾的经历过去太苦了。那所以我就觉得今天到底您跟湖南的这位先生有没有一定的匹配度，或者说他是不是很喜欢您这样一个有才华的女子？没错。此时此刻，二号男嘉宾是否愿意出场，跟我们二号女嘉宾交流一下？他的经历挺让人同情的，确实是优秀的，不错，人挺好的。如果愿意，请按灯。您是刚才没有按灯吗？是的，是的。您的意思是说这位女士不合适您对吗？这个女同胞她的这个经历是比较坎坷的，但是她有才是吧，我觉得的话可能我们可能还是差一点吧。你觉得你可能有点思想境界达不到人家这样是吗？哎，对对对对。好，能理解吗姐姐？没事，能理解。能理解那很好。那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喜欢我们这位女嘉宾，请赶紧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希望有一天你也登上这个舞台，跟这位女士牵手成功。好，掌声欢送一下二号女嘉宾这边。第一眼看的话，就是没感觉，就是没感觉。无所谓，我从来感情这方面的东西从来就是随缘。接下来呢，要登场的是我们期待已久的二号男嘉宾，掌声有请马先生。你好，干练。这也是我想找的类型。您好，您好，请到这里来。我长得比我强多，我瘦，人胖。退伍军人。对。在部队待了多少年？待了3年。我也挺喜欢部队的人。真的，真的，他身上很有军人气质。是的。谢谢，谢谢。哇，这是你吗？哎，对对对，俗话说嘛，好男儿就要当兵呗。一号女士您好，男号二嘉宾一出来，我对他印象感觉很好，印象很好，是是是，出来有一种很干练的感觉。太好了，加上他是当兵的，我很喜欢当兵的。对，您这激动的已经成了男号二嘉宾，二号男嘉宾，这直接整成男号二嘉宾，男二甲了是吧？您对我们二号男嘉宾印象怎么样？很好，很好。嗯。此时回到观察室中的一号男嘉宾对于之前未给三号女嘉宾转身感到十分后悔。我觉得三号女嘉宾确实是优秀的，不错，人挺好的。你会不会觉得哎呀刚才怎么没按灯啊？是啊，你错过了我们川妹子了。要有机会我给她道个歉，叫她高兴来高兴回去。您是离异吗？离异，对。什么原因啊？他这个出轨了吧。我挺心疼那种男人，女人出轨到那男人怎么想呢？出轨双方都有责任，什么场合都去是吧？什么场合都去。嗯，比如说夜总会他都去啊。那跟谁去呢？哎呀，乱七八糟，不好说，乱七八糟的。我能体谅这种痛。后来你怎么知道他有了新感情啊？他父母自己开了个小茶馆，开了小馆，他为了招揽生意啊，就派叫人家反正是打牌嘛。当初他找了一个男的，他经常带他去那打牌。嗯，开始我还没在意是吧，后来就看出来了。看出来了。那你问他了吗？问他了，他也承认了是吧。他怎么跟您说的呀？我说看这样子我们是过到头了。他说是的啊，母亲还在的情况下我们暂时不离婚啊，等我母亲如果过世了我马上就把这个事给了了。他也同意。他同意啊。那段时间他是不是会很明目张胆了呀？我们住住的地方他会不怎么回去，在那个男的家里。我说实在话，二号我还是没什么眼缘的。当时我也没有考虑，正好就来了，这责任赖我，紧张。做个男同胞啊，关键就是承担是吧，要有责任心是吧。现在就是人生的也是战场是吧，只要人在阵地在是吧。人在阵地在。我一直都夸他好，他坑一号是不可能的事。接下来就要认识我们的一号女嘉宾了。那他看不上我，他那个一号更加看不上。掌声有请一号女嘉宾。反正我感觉我比他自信。我说这女的身材不错。你好，好的，好的，漂亮。哎呦，你才好看呢。我估计那个男的肯定不愿意，
个人的喜好不同，这个也难说。听说搞工会工作，那你应该能唱会跳吧？我的下边人都会。王导，你愿意请我们一号女嘉宾跳一段吗？我没问题啊，就看你那个工会干部们好，可以啊，可以。那大哥，您先坐这儿。我不喜欢找跳舞的。哎呀！表现得好。跳的比他好多了。哦耶！非常好，来来来，到这边来。离婚了是吗？离婚了，也是属于没办法了。对，不能是一方面的问题。那会儿当时我由于忙于事业了，可能对他关心的少，才使他出轨。他有新感情了。对，我当时那会儿是运管所的副所长，完了我承包了我们交通局一个7000多平的酒店，在上班的同时做着生意，所以说可能对他关心的比较少。然后你发现什么问题了？当时这个女的呢也是离异的，离异她就嫁到别处去了，回来以后呢这个女的没有家了，当时就知道我们开了酒店以后呢跟她是工友，就去找她去了，当时说没处住，要在我们那酒店住。你还好心。我还好心，在那儿住在那儿吃，后来住来住去的，他俩就住在一起去了。不，我还是没一句话，我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你是后来怎么发现的呢？我给各部门经理开会，他属于采购部的，当时就找不着他了。他兄弟媳妇告诉我，他可能是跟哪个女的出去了。既然发觉他在对我的不忠以后，我不会再纠缠。等到有一次也是开会，他的手机总是在响，他不敢接这个电话。就是那个女的在给他打电话，后来我就把他手机给没收了，他当时特别不高兴。可以交流一下，对，真心交流一下。没收手机以后，他兄弟媳妇就跟我说了一些个事儿，我就不让他采购去了。他就把我办公室的门给撬了，以后给工人发工资的钱有几万块钱，还有我的首饰全都给卷走了。那你赶紧报警啊。和公安局一起上他们家了，那小女孩可能是也就3岁吧，刚会说话，就坐到我跟前了。我说看着你大爷回来了吗？他说看见了，我大爷拿个小黑包里头装那老些钱给我奶奶了，锁那个柜里头。等到他妈回来以后就特别不高兴，就说啊，那个你们俩闹意见甭上我这儿来闹来。我说我没来闹来，我就问问那个谁是不是他把这钱拿回来放在你这儿了。我没有，那都是我的钱。后来我说那钱是我给工人发工资的钱，后来让那个公安局把这钱拿走了又还给我的。就是这么一个家庭，当时我很伤心，对他们家也就失去希望了。离婚以后他跟那个女人在一起了吗？在一起了。那这女的说的给我一套房，给我一辆车，还得给他几十万块钱。后来我说不离了，我说我不离婚了，不离婚了。这女的就吵着跟他闹，天天跟他闹，他就起诉了，我们就走上法庭。那既然离婚了，我说咱们就债权债务清理吧。在清理债权债务的时候呢，所有买菜那些个他赊的那些条子就都上来了，30多万块钱条全是他打的。他一看他打的条子，他一个个就窜走了。他说的，交通大厦你是法人，你承包的，欠外头多少钱跟我没关系。他啥也没要，就反正就走了。他给那女的在外头偷着买房子了，我不知道，没写他的名字。到现在你们有联系吗？没有。你孩子跟他有联系吗？孩子，我跟他说了，我说大人的事儿跟你没有关系，他毕竟是你的父亲，是不是？你们该怎么联系怎么联系。对一号嘉宾，你会找到幸福。女人还是心软，这个一号女嘉宾跟我一样的，都给过前夫一次机会，可是他们不珍惜。这个先生呢，虽然说看上去呢是一个普通的男人，但是呢你会发现他心地很善良。您请坐到那里一下。一号先生您好。3号，不容易，我伤害人的心了，我不会说话，请原谅我。一号先生，你说的是伤了他的心，你认为这句话重要呢，还是你说后悔了这句话重要？也有点后悔，当时你是后悔没转身吧？啊，当时也他说的俩孩子的事儿，我确实不能这么说。姐姐，我看您这一直擦眼泪呢，是吗？能告诉我为什么落泪吗？我觉得我这个闺蜜这一生呢，很不幸，不幸福。我想在这个门当户对呢，有好的朋友，
比方说一号吧。哦，也就是说您支持他们俩继续在一起。对，来，一号先生。你好，王芳。我现在给您一个机会吧。啊，您愿意走出来去敲敲三号的门吗？啊，作为男人，我大度点。不勉强你啊，你自己想清楚了。我觉得我不寒碜，不跌份。那都不跌份，一点不寒碜，一点不跌份。场的两位，是否愿意成全一下他们？咱们稍等一会儿，可以吗？可以，没问题。好，掌声有请一号男嘉宾。你知道我在这里。你好，大哥。哎，怎么想明白的？当时确实不应该这么说。一回去吧，我的身上都塌了，脸都是汗。真的，我有点觉得，对，宾馆男女都一样，对吧？最起码给人尊重。好啊，现在我给您一个机会，三号女嘉宾，你别敲错门了啊。但是他们两人其实蛮搭的。一会儿大哥敲门。你要愿意见他就开门，如果你不说话，那么大哥就原路返回。您该说什么您到门口说去哈。掌声有请，我们给大哥点鼓励，加油。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情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马女士，马女士，我今天确实也赖我，当时我回来我也后悔了。当时我不应该说你这俩孩子事儿。再一个哈，三号女嘉宾，开门吗？愿意吧。对不起啊，请原谅。我错了啊！我给你第三步，一、二、三，这鞠躬。我愿意给他一个机会，像那些小孩啊，就是什么什么那些的困难，没有那种困难的，因为两个人过日子，只要两个人过好了就好了。叫屋里坐会儿吧。后悔了，其实这女的挺老实的，但是我怕下不来台，但是我怕嘉宾说，你说这男的没有脸来上台了。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现在成功了，我是估计这回没有还那么会成功的吧。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太好了，高兴吧。然后，我其实觉得我们一号大哥挺好，他错了吧？对不起、啊，特别可爱。对不起啊，真的。其实就是说，最有魅力的男人是什么男人呢？嗯，知道道歉的男人。没错。是的，大哥，你刚刚看到这情况开心吗？开心，开心。如果是你，你能这么勇敢吗？我一定的。大姐开心吗？开心。好，现在两位请向对方提问。接下来进入心动指数环节。男女嘉宾手中有加减分按键，通过提问满意加分，不满意则减分。抽烟吗？抽烟。喝酒吗？喝酒。同学之间的话，有客人的话，喝点啤酒，白酒不沾。打麻将吗？麻将会打，但不怎么打。请问您是男孩还是女孩？我是男孩，我都有孙子了，我孙子已经5岁了。你一进家，您就当爷爷了，就是。我都高升了，是吧？多好啊！对呀，那你在不在意两地生活呢？是这样的，如果女方不计较我的条件的话，我今年就可以退休。哦，那你就去不就得了吗？那也就是说，你可以去承德。哦，可以，可以，可以。对，对呀。他去承德可以吗？这位女士。可以。这就不是事儿了吗？天上飘下五个字，那都不是事儿。对，那都不是事儿，还挺风趣的。平时有什么爱好？退休了以后呢，在老年大学，完了以后跟他们就是
唱唱歌，跳跳舞。我不喜欢打麻将。我不喜欢打麻将。我也不喜欢特别凶酒的人。你的性格强势吗？都说我强势，可能也是强势吧。我个人认为啊，大家都会觉得这位女士会很强，其实她是个太需要人关心的女人了。她这一辈子都在为别人付出，为事业付出，不得不强。对，如果有个男人真的很疼爱她，让她像一个小女人一样生活，谁不愿意呢？是不是，大姐？是。女士，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先生，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彼此的分数是什么样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树懒皮草真情告白时刻，有请两位。如果他们两人牵手的话，真就是人的爱好各有不同。刚才我还看到一个细节啊，这位女士，这位先生呢，他先看你转过身之后，他呢很认真地看了看您的位置，对好您的位置他才站好。真的是，他说明他很在意您的感受。没错。 对。哎，三号怎么还按灯呢？我就已经跟一号嘉宾牵手成功了，我希望一号嘉宾也牵手成功。哎呀，啊，这是报信儿啊！奇迹呀，我觉得啊，来来来，你这我得送您一礼物啊！对呀，还没拿礼物。那个三号女嘉宾，这是由六贵福珠宝送您的礼物，我这礼物一会儿给你送去，好不好？谢谢。哎，你对男嘉宾印象怎么样？还好吧。男嘉宾，你对我们三号女嘉宾印象怎么样？特别优秀，好。哎，就没声了。啊，声音都低八度了。哎呀，二号男嘉宾和一号女嘉宾，如果你们对对方印象也不错，希望相处一下，请在我倒数三二一之后向后转，请准备，3、2、1。刚才过程中，先生，你一直左顾右盼，偷看人家转没转啊？就是，还看人家不转。人家即使没转，你一个男人转了也不丢人呐。是的，是的，是的。是不是啊？是是是。女士，您转身的时候，你担不担心他没转呀？我不担心。为什么？他转，因为这个就是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他没有转，证明我不适合他。哎呀，你看看。六贵福珠宝送您的一份小礼物哈，姐姐，谢谢，掌声欢送一下，再见。在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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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有个人，你说不出他什么好。看来也许我确实有一点不足之处。有人说生活远比电视剧更精彩，今天我们在现场其实就感受了一把。其实节目录到1/4的时候，我已经基本失望了。我认为今天可能不会有牵手成功的了。但是没想到的是，完全的一个大反转。现在也想找一个能够爱我的，有一个温暖的肩膀靠一下。可这个缘分东西可遇而不可求。非常感谢所有观众对我们的支持，也期待他们能够幸福到永远。喜宴喝喜庆，喜上加喜更喜庆。本节目由汇源喜庆果汁独家冠名播出，感谢买好蒜超划算六贵福珠宝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大家。以后这个希望我们这个以后多多联系啊，就是想奔就奔结婚的那个方向去啊。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会照我一辈子。年近古稀却执着追爱，我喜欢。很喜欢，我是小小玲珑的，我就喜欢小小玲珑的。二号男嘉宾，看看是有点黏，不定我比他帅气。我要是回南方去，你愿意跟我去吗？我太愿意了，但是没装修。好，我帮你装。PK 才艺现场爆笑连连。Jack， 露丝，要上课了。你也爱我吗？哎，这范儿就出来了。你摔倒了，我可疼得慌。探讨爱情，台上剑拔弩张。他的孩子会不会觉得您是不是奔我房子来的呀？这肯定是呀，为了财产的呀。而且我的女儿没有存家，妈妈在哪儿，这个就是她的家。她都35岁了，为什么一定要跟您住在一起呢？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想听这样的话。我跟你到一起，你的就是我的，那我认为你这个想法是错的。但是我宁缺毋滥。